座七美岛呢，没有半只蚊子。嗯，真的，我讲的都是真的，因为蚊子都算一只的、啊，当然没有半只哦。来吧，对，在右手边这边哦，旁边这片港湾啊，哦，在天气好的时候呢，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海水非常的清澈，而且一下就见底了。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月里湾，哦，叫做月里湾。哦，它是整个七美唯一能够从事浮潜的地方，就是在旁边这边啊，哦，就是在旁边这边。哦，当初某一个天才设计师啊，花了非常多的金钱、人力、物力以及时间，盖了这个港湾之后啊，打算让这个船只做停泊。